这里介绍的是电话兵日常训练生活的一个片段。电话兵不仅要熟练地掌握架设有线通讯电线的本领，还要具备不畏艰险、艰苦顽强的意志。在炮火密集的战斗中，更要绝对保证部队和指挥机关之间的有线电通讯的畅通。北京市三里河第二小学师生1月4日隆重集会，热烈庆祝古巴解放5周年和学校被命名为中古友谊小学。在庆祝会上，北京市副市长吴晗说，中古友谊小学的命名必将为进一步加强和发展中古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做出贡献。古巴友好代表团团长古斯塔沃·马索拉也在会上热情地颂扬了中古两国人民的牢不可破的战斗友谊。白志校长讲话，他说，学校能够和英雄的古巴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这是莫大的光荣。我国钢铁工业的生产在1963年有了显著的提高，鞍山钢铁公司已经在12月中旬提前完成了国家下达的各项生产计划。职工们在生产上都以高标准要求自己，力争产品质量步步高升。鞍钢在1963年炸制的新兴钢材比1962年多36种，是他们厂史上增加新产品最多的一年。为在1964年生产出更多更好的新产品，鞍钢的职工们正在热火朝天的五好竞赛中显示着自己的才能。为了争取今年农业获得更好的收成，去年入冬以来，河南豫东北地区的广阔平原上出现了一个以防涝治碱为中心的水利建设高潮。
开封县八里湾、罗王、圆房等三个人民公社的10000多名社员，冒着严寒战斗在卷张河上，整修堤防，排除积水，疏浚河道，使沿河两岸67000多亩土地不再遭受碱涝的危害。河北省武工人民公社武工大队的社员们积极进行农田水利建设，为扩大水浇地面积创造条件。著名农业劳动模范公社社长耿长所以身作则，带头参加冬季积肥活动。武工大队的冬季生产搞得扎扎实实，为了进一步提高今年的棉花产量，社员们认真地精选棉种。黑龙江省柴河林业局红光林场的工人们冒着风雪严寒，抓紧木材生产的黄金季节，在深山密林中用自己辛勤的劳动努力为国家增产木材。采用冰雪槽道运送木材，速度快，成本低，是一个增产节约的好办法。工人们正在为提前完成国家所给予的生产计划而贡献自己的力量，成千成万粒米的木材源源不断地从这里运往各地，支援国家建设。内蒙古自治区西乌朱木沁旗巴音保利格公社达布希拉图木业生产队1963年的木业生产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在一年一度的收益分配中，生产队两个劳动力最强的社员色吉仁雅和金巴扎木苏分到的现金最多。社员们还分到了毛皮、毡子、毡靴和足够冬春两季用的肉食等生活必需品。丰衣足食的生活为草原人民展示了更加美好的远景，同时也说明了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广东省甘蔗的主要产区之一的揭阳县，在1963年战胜了百年罕见的大旱以后，获得了甘蔗的全面丰收。目前正是甘蔗收获的大忙季节，茂密的甘蔗林里一派欢乐的丰收景象。
五经富人民公社建一大队种植的112亩甘蔗，平均亩产达到15000多斤，创造了全县山区甘蔗产量的最高纪录。上海鱼品加工厂综合利用鱼品制成几十种不同的产品。他们把鱼肉加工成冻鱼片和各种罐头。又用鱼肝制成鱼肝油丸和鱼肝油。鱼鳞、鱼骨和鱼皮经过加工以后，也成为工业、医药和科学研究的重要原料。